世界上为什么有那么多有趣的事呢？妈妈，妈妈，为什么？大家知道他是谁吗？是黑人。没错，是一群可爱的小黑人。不过，你们有想过吗？为什么黑人的皮肤这么黑呢？黑人的皮肤这么黑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妈妈，妈妈，为什么？是 A 吗？因为他们特别喜欢吃巧克力，所以皮肤才会这么黑。还是 A 呢？因为他们被太阳烤焦了。他们故意把皮肤涂得那么黑，这样牙齿看起来就会很白。这些都不对哦，让我来告诉大家为什么。妈妈，妈妈，为什么？黑人的皮肤会这么黑，是为了适应炎热的环境。哦，黑人是生长在天气非常炎热的热带地区，一年四季都是夏天哦。黑色皮肤虽然会吸热，但是也能反光，所以具有很好的防晒效果，十分适合住在热带地区的人，所以黑人的皮肤就变得这么黑了。哦。